网友票选最正的女团成员 TOP 时，果然第一名的宝座是她。虽然韩国粉丝都不太喜欢自己的偶像在日本出道，因为和日本的唱片商订定出道合约之后，就等于在韩国活动的时间会被卡死或瓜分。不过据说韩国在日本发展还没有一团赔钱过，就知道实体唱片市场仍活跃的日本市场多有吸引力。韩国女子组合原创文章。而今天就要告诉大家，在日本网络调查票选第三代女团为对象中最漂亮的女团成员所得出的人气调查结果，日本成员除外，只以外国成员。十 ，Pristine 诗言，在疲惫的心看到她弯弯的笑眼，瞬间被治愈啊。九 ，Twice 彩音，彩音充满个性的脸，不管长发还是短发都能轻松驾驭。八 ，Red Velvet Yeri。Yeri 大大的眼睛配上圆圆的脸蛋超可爱，变瘦后更多了些小女人的成熟魅力。七 ，Tribes 定员，短发的女团成员代表立体的雕刻五官以及 Girl Crush 的设定，吸引不少女粉丝呢。六 ，Momoland Nancy。混血儿脸孔就像童话中会出现的公主一样。五 ，Oh my girl Benny， 漫画的女主角活生生的出现在现实世界，清纯美爆发。四 ，Blackpink Jisoo， 既清纯又充满成熟美，在舞台上表演时展现反转魅力，霸气指数破表。三 ，WJSN 包娜，既清纯又性感的脸孔给人一种反差魅力，其中鼻子非常完美。二 ，Tribes 那脸，清纯又可爱的长相跟魅力很受日本人的欢迎。一 ，Red Velvet Irene， 完美的五官比例跟脸孔就像透过电脑计算出来。无法想象他竟然是真人，就像 CG 一样。大家心目中最美的成员是谁呢？一起留言讨论吧。